哪里？装进去的，嗯，装到装到进去。昨天施工过程中都没有发现，那我们也是有在跟我们的怪手司机在，就是请他们再注意啊。如果真的有发现的话，就是暂缓施工，等他逃离到比较安全的位置之后，再继续的施作。这些猫跟鸡的部分还是拆，边拆除边注意。是的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比较不可控啊，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做。说的动作，所以我们都只能就是用类似驱赶的方式，将他们赶到安全的区域，然后我们再继续施作。我求求你，我知道你爱猫，我有两只猫，我求求你不要去拆除了，也停止动工。没有人帮我拆除，以后谁帮我拆除？谁帮我拆除费用？我们没有家，我们已经没有钱了。我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，你早帮我拆除，晚上还要接到来救猫的电话。我每天跟你早在一起，我情何以堪。没有不舒服。
手，我在哭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嘴巴会。我看你们刚好流血就对了。妈的，不用了，不用这样。叫他们打电话给县政府，县政府要协调嘛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我想请问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你用这样子的方式，大家都已经那么忙了，你用这样子的方式，你觉得对吗？我觉得大家都喜欢忙，没有错，好不好？都没有错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在上面这样子说什么，一人打，请打电话，每一个人打电话县政府。县政府的电话被打爆，可是我觉得你用这样的方式就不对。那请问我们应该怎么？是不是？局长，请你来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当孩子现在在现场有路道的情况之下，路面是完全不会影响到塌陷或过程，建管处可以清掉路面。请问一下，请问你是土木技师吗？我当然不是啊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场是土木技师。我现场问消防人员嘛，前天可以用的状态，为什么现在不能用？谁敢上去？我问你，如果我们没有要进入到里面，如果人就是垂钓笼子上去做救援，凌晨我们的诉求很，我的朋友也传给我。凌晨的时候，他已经有请有大钢牙上去了。他也告现场的拆除人员讲了，因为现场的设备有限，只能请云梯车或吊车来协助。刚刚建管处人讲了，吊车没办法悬挂人，所以只能请云梯车。那我就问了，那云梯车凌晨的时候，云梯车告知什么？云梯车说一定要路面清除才可以平行做作业。那我就问说，那是不是麻烦你们先清楚？如果他好，他清楚。如果我也说了，给我们一点时间，上去的时间没有很多，放笼子抓到我们就下来了。因为猫就它原来住所，现在那是密闭空间。谁敢保证？谁敢保证？人命如果万一有事情的话，谁敢保证？垂钓笼子人又没有进去，是要危险什么？垂钓笼子放在那个平面有什么样的危险？我不太理解。来了，你看。你看，他的笼子关起来了，他笼子已经关起来了，他进去进不去，哎。0403花莲大地震造成市区天王星大楼倾斜，拆除作业进行中，里面上有3只住户爱猫未逃出，包括林南康老师的猫。今天有一名曾救援上百只的爱猫人士猫男，特别从台北驱车下来，希望能赶在工程启动前将三只猫救出。特别的是，外界一直以为康老师的爱猫名叫妞妞，但事实上其真名就叫做猫咪。康师的友人杨女透露，由于她生前会拿一个叫妞妞的玩具逗猫咪玩，所以康师家属在天王星大楼现场找猫时才会不断呼喊妞妞，却让有些媒体误会为妞妞。康老师的猫咪今日清晨再度现身，爬上又捕笼想吃东西，不过笼子门因拆除作业震动而关上，吃不到食物，又走回屋内想要觅食。刚刚跑出来的，对，刚刚他肚子饿了啊！你看，康老师的、啊，所以刚刚有人说他出来了、啊。
去了，拍照，大家都在下面。他进去了。还在洞口那里。